宝宝在6个月左右开始添加辅食之后，油脂的摄入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它可以提供宝宝成长所需的必需脂肪酸。秋田满满加的有机核桃油有丰富的营养成分，还添加了亚麻酸和亚油酸，直接滴在冲泡好的辅食里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滴管式设计，刻度清晰，现在还有尝鲜装，妈妈们一定要试试。